想找一找谁是好怕挡，愿打也愿爱天下无双，爱不爱拿起来往哪儿放，总有人敢做去不敢当，想一想舍命拼一场，靠的是智商还是心脏，算不清那多情，笑着倾倒少女郎，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唱，弯不转的缘分劝住你我不凶忙，碰到谁心花怒放，爱不爱能不能潇洒的下场，笑着倾倒伤浪，能不能一人一半别来唱，弯不转的缘分劝住你我不凶忙，碰到谁心花怒放，爱不爱留不留下再的下场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回家了。不过在我回家之前，让我先看一下你这位朋友。你为什么每次回家前都一定要看看他啊？哦，因为他是让男人看了就想回家的那种女人。婚姻实在不可靠，我有10个朋友已经有4个离婚了。好可怜啊，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啊？他们离婚的老公现在在哪里啊？林海天，害你白跑一趟，对不起。哪里有白跑，最起码我吃了一肚子的气。你别这么说嘛，我没想到刘姐她说话不算数，我没想到她这么容易变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不怪你，都怪我自己。我明明知道你是我的克星，我偏偏不长记性，我是鬼迷心窍的。所以，我求求你，以后不要再管我的事情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不要再为我担心了。我谢谢你了。你是会流泪的鲨鱼吗？什么会流泪的鲨鱼？我是会吃人的鲨鱼。我就知道会流泪的鲨鱼不会这样跟我说话的，我也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不管我怎么做也是白费的，我这是何必呢？亲爱的小鸟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们可以见面谈一会儿。如果方便，今晚7点，我们在淮海路夜巴黎餐厅见面。不知道能不能帮成你？有话见面聊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是至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是个正派人，不会伤害你。会流泪的鲨鱼。他这么快就答应了。7点钟还来得及。
亲爱的鲨鱼，谢谢你的仗义，我一定会准时到，而且我相信你会是个好人。Hello， 我是 Paul。 你好于大夫，我是顾影帝，我只是想试试，没想到你电话真的通了。你现在没做手术吧？嗨，顾小姐，真对不起，最近特别特别忙，手术一个接着一个，你还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我只是想如果你晚上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一块吃个晚饭吧，因为那天事儿我真的很抱歉。所以一直想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今天晚上约了人在淮海路吃饭。哦，是这样，那可以等你吃完晚饭之后我们一起喝咖啡吧，反正我离淮海路也挺近的。那这样子我们不要约死好不好，晚上我们再通电话了好吗？好啊好啊，那我就等你电话了。好的，再见。这衣服我要了，经理不让打折，不打就不打，不就是899吗？你发大财了，老大款了。我也想，可是没有。嗯，你去换什么？我帮你去交钱。不用试了吧？已经试了几十遍了。买呀，还不赶快穿？夏天就过去了。可是还没有到下班时间呢，都快五点了。你好，再试一遍。好。哎，云姐，见到陈天书了吗？在里面试衣服呢。无聊，想当模特也不看看自己的胚子。他可不是白事，是动真格的。高经理，请你马上去一趟。好，那我换个衣服马上过来。现在马上。哦，陈经理啊，请问现在几点钟了？16:35，4:35。也就是说现在还是上班时间。是啊。那你为什么不穿工作服呢？是这样的，这件衣服呢我在商场看了很久，我很喜欢。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呢，就是我想要就是检查一下更衣室的设备是否完善，所以呢我就先去试衣服，就把这个衣服穿上，就是说虽然还没有下班呢，就先试这个衣服，是因为我想看清楚那个是否你不要再解释了，就是你呢帮衬商场部动机是好的吗？我也是这么想。可是你的本职工作在公关部，你就是把你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也未必做得好。我说的不错吧？不错不错，不过我会争取做得更好的，请你给我机会。坐下。我说程天书啊程天书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？你热心肯干任劳任怨真是好的，可你毕竟不是个女强人啊，你不是一个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。比如说餐饮部是牛碧霞管的，你去搅和什么呢？不是的，因为我觉得威利啤酒呢味道好，品质高雅，跟我们饭店的形象非常非常的吻合。住口！哎，我表扬你就默认，说你一句顶我十句。威利牌啤酒是给你多少回口啊？厉害的是你什么人？说！我没有了，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了。
两位，这边请。这公关部，就是宾馆的名片呐，名片上字体不正，图片模糊，你说像什么样子呢？啊！我给你机会，就让你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，你是有过前科的呀。你呢，利用上班的时间逛商场，脱掉了制服，换上裙子，简直就是岂有此理嘛！我明白了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就回去给你写检讨报告，明天一早交给你。站住！经理，我现在已经五点半。5点半要下班，我这么跟你说话，啊？你还心不在焉？怎么着？你急着回去？不是。嫌我说废话？不是。浪费你的时间了？不是。你也用不着给我写检查。嗯，你明天，就不用来了。什么？我，高经理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你好像不太对劲，脸色不是很好。你给我出去！那我走了。你真的没事吧？要不要先喝口水？你脸色不太好，来，少来这一套。你明天把辞职报告给我放到桌子上，你另谋高就。好的。你的脸色真的很难看哦，这脸色真的很差哎。你让我安静一会儿。你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，就不过是骂我而已吗？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再说一句，我们去医务室检查一下吧，好吗？来吧。你别指望我对你改变想法。我没有指望，我真的什么都不敢指望。不指望那是假的。真的，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，我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这边。好一点吗？你不要吓我！
事的，没事的，来，放轻松啊，放轻松，不要激动，你看出我而已，用不着激动的，用不着激动，高经理，不要激动，高经理，高经理，醒醒，不要吓我，高经理，高经理，别死，你死了怎么办？高经理，啊，天哪，救命！急救搜救，当事人必须要冷静。程天说：“冷静。”心脏病急救方法：一，不可以移动病人；二，保持空气流通；三，人工呼吸。我跟你们去吧。不用了，你不用去了，还是你去吧。我别废话了，你了解比较了解他病情，还是你去吧。可是刘姐去也一样。你上车吧。可是坐好。这个小鸟胆子还挺大，还放我鸽子。看来好人做不得。继续观察，医生，他怎样啊？还需要继续观察。幸好你懂得心脏病急救常识，不然的话就难说了。别这么说，他没事就好了。啊，那我能走了吗？你先付费吧。付费啊？哎，哦，付多少？你先交3000吧。好。先需要什么帮助吗？帮助？好啊，那你把我要等的人赶快找来吧。先生真会说笑。如果不可以的话，赶快把我账单拿来吧。好，先请稍等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胖。我是顾影帝，我想问你今天晚上约会的事儿怎么样了？哦，这个我现在正在跟别人谈事儿呢。谈事儿？跟谁？在什么地方？顾小姐，我跟谁谈什么事儿好像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只是指。对不起啊，我可没有调查你的意思。没关系，我不会介意的。今天晚上我会忙得很晚，晚上还要加班，所以我们再联络吧。奇怪，明明看到他一个人，怎么说在谈事儿？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看到他一个人，还问他跟那谁在一块儿？
我找找人。前面坐在这里，刚走。啊，对，那他有没有说去哪里啊？嗯，他自然不会和我说。刚走了，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出了状况，所以我迟到，所以我来晚了，所以对不起，可以多给我一次机会吗？别流泪的鲨鱼，对不起。加班吗？怎么回家了？你原来宁愿一个人在家待着，不愿意跟我去约会。我真的就有那么糟糕吗？也不发个邮件解释一下是不是？哼，不会飞的小鸟，我看你挺会飞的嘛。不是我不帮你，是你自己放弃，你可要承担后果。喂，于大夫吗？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打扰您。楼下花园里有一个女客人，好像是找您的，她好像有点不正常。好，我就来。欺负我，比谁都欺负我，你也欺负我，我看怎么收拾你。没有，我真是那么糟，那么令人讨厌。他们都说美人是美好，就是他，要不要叫警察来把他弄走？他是我一个病人的家属，这儿有点问题，不用你，你先走，我来解决。哎，有什么找我啊？一点也不尊严也没有，真的凄凉。
求你不要不理我，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小姐，你可以斯文一点吗？如果你想喝酒的话，不要那么浪费，行吗？你是谁啊？凭什么要管我？嗯？凭什么要管我？我愿意。行了。好。你不说你加班吗？那你怎么回家来了？好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晚上真的很忙。可是，你在骗，你在骗我！知道我喜欢你。小姐，你说话不要那么直接，行不行？含蓄一点，可不可以？你别忘了，你是个女人。我就是要真相，我就是要真相，你知道吗？别说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。我不要你管，不要你管，哎呦，不要你管，放开我！钟声响了响，喂，家里有没有人啊？家里有没有人啊？我回来啦！彩票，你回来，彩票。是你啊！哇，你真是一个财迷哎，做梦都还是彩票财迷。哎，他们呢？不会都睡了吧？鬼知道他们睡了没有。你的意思说他们都还没回来？嗯。外人一不回来很正常。哎，结婚狂男人婆怎么这个时候都还不回来？不会他们谈恋爱了吧？这叫做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现在的男人还要比你们女人更安分呢。喂，我也很安分啊。有一点吧。女人怎么啦？美女，你倦鸟自返了吗？你才是鸟呢。今天呢，有个大水鱼摸了我的手，送我这条项链。啊？要是我再多待一会，说不定送我条金鸭带呢。金腰带倒没有了吧，反正裤头带会送你一条吧。谁像什么色啊？蛮漂亮的哈。喂，你这是在炫耀你的爱情还是在炫耀这个首饰啊？你说呢？我说这项链好小哎，一看这个男人就很小气，改天我送你一个大的。我就算再失败也不要让你买首饰给我的，首饰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定要让人送给你。我忘了，这是万人迷的恋爱观吗？同样是约会，上等女人约的是信用卡，刷爆了再换一张；中等女人呢，约的是存钱罐，零存整取，经久耐用；那下等女人呢，约的是果汁机，榨干了自己为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是信用卡吗？我当然是信用卡了，可是我的密码是不会让人知道的。有个性，不喜欢。你的密码不是你的手机号码，就是你的生日号码。哎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的智商能会有什么创意啊？卡上的钱不过三四位数字，大不了五位数，送给我也不会刷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反正你刷的都是人家的卡嘛，小心点别给刷破。如果我一个好老爸的话，我就不会刷别人的卡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看见我刷爸卡了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刷爸卡了？就是你不刷你爸的卡你怎么去生活呢？就算我刷我爸卡跟他有什么关系吗？对。没了工作没了，
约会没了，钱没了，发没了，完了完了，没希望了，完了，啊，完了，啊。我回来了。哇，金红婆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这么晚回来啊？你去哪里了？你是跟谁约会去了？跟谁约会去了？我加班呢、啊，想约会也没时间了。就是有时间，没人会约你的啦。就是有人约你的话呢，也不会像万人迷一样去约会，就会得到项链一条。那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也有人送我裙子啊，蛮好看的嘛，男朋友送的，可以这么说。多少钱呢、啊？你猜？质量不错，起码950。你怎么舍得啊？关系不一般呢。不告诉你们。哎，你不告诉他们，你可以告诉我呀。你说呀，说了，说。哎呀，别急着走嘛。你这一身衣服是人家送的，那本来的衣服呢？还有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那个约会？我们提供一些意见给你，全是免费的。其实，哎呀，你们别这么八卦了，根本没有什么，普通朋友嘛，就吃吃饭呐、啊，喝喝茶、啊，就是这样嘛。我觉得啊，你们要关心的就关心一下男人婆吧。男婆怎么了？你们不觉得他最近有点神神秘秘、怪怪的吗？晚了，还有谁啊？我去开门。哇，于大夫，你怎么来我们家了？晚上好。给你朋友。男人婆。哇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喂，大家快来看，男人婆变女人了。谁变女人了？快，你看。哎呦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打扰你们，看喝醉了。啊，各位早上好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她是我们家的猫。她是个女人了。非常成功，美妙的夜晚。哦，医生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有一种人有权利把她灌醉，就是她的男朋友。哦，对不起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她男朋友，酒是她自己喝的，我只是顺便把她送回来。顺便？你跟我离开这儿。对不起，于大夫，男人婆她是这样的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不生气，谢谢你啊，顾小姐。那我先走了，我看你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改天我再打电话给你。各位打扰太久了，麻烦照顾一下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哎，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就可以了，再见。男人婆啊。于大夫是不是你的白马王子啊？于大夫，于大夫算什么人？那不是他会是谁啊？他起码应该是个跆拳道七段以上的人，要不然的话，怎么当他的白马王子啊？不对，根据阴阳互补的原理，男人婆的男朋友一定是个女人公啊。我觉得以男人婆的要求，应该起码是个博士后。你们不用猜了，上网查查。谁是这个城市的十大单身男士之首，就知道了。真有钱？你爸？不会吧，男人婆你也看上我爸？我是不敢让你当我妈。心有剑，会流泪的鲨鱼，我已经给你发了8封的道歉信，你都不理我，你也太小气了吧。
可是要说话的我，我会给别人机会吗？我会的，我会给别人机会的。喂，高总，你没事了吧？不用客气。哦，我会准时到的。再见。高总没事就好了，他一醒来就给我打电话。他一定很生我的气，没错了，写辞职报告吧。你看来气色不错哎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小陈啊，昨天你救了我。别这么说，其实你的病都是因为我气出来的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来来来，你所做的一切啊，那医生护士都告诉我了，施恩不图报，做好事不张扬，这是不错的品质嘛。你是在夸奖我，称赞我吗？不过。我说过的话是算数的。这个公关部经理呢，你是不能再担任了，希望你理解。我明白的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我要把你叫到总部来，担任总经理助理。总经理助理？不，我怕。不怕，你不要怕，我知道你能干得好，有我的支持，放大胆子去干吧。不过，我的胆子比兔子还要小。只要好好锻炼，那兔子也能变成豹子。你可以慢慢考虑。不过在我出院以前要答复我。要是我答应了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啊？你说。可不可以重新考虑威力啤酒的事啊？你在翻旧账啊？不是啊，高经理，你不要激动，你一激动我就麻烦了。好你个程天书啊，我答应了。你这么快就答应啊？你不需要再考虑一下吗？你看看，连你自己都不信的事儿我都信了，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是的，谢谢，谢谢高经理。为什么我的孤单讲话，我觉得爱是一幅丑像花，我用黑色素描它，回忆可能是蓝的吧，没有人回答，思念的面积要花多。他说
说过我是一个艺术家，像他的脸和头发，爱情是一个难题。花。